係啊，多謝曬嚇，新開張免費試食喎，多謝曬。我哋群記咧，開新鋪開張咧，我哋係會兩日免費試食噶，咁啊每日咧就派新鋪。我哋群記所攬店咧已經係去到第四間分店噶啦，喺九龍咧就係第一間，咁亦都會將會咧係繼續咁開落去咧，為求咧就係街坊可以食到我哋啲靚嘅牛腩。咁我哋啲牛腩都比較特別嘅。譬如咧，我哋會有爽腩啦、面珠燈啦、婚紗腩啦，呢啲咧基本上喺香港咧都比較難食。但我聽聞其實你哋嘅牛腩咧同埋腩咧係比特別出邊啲第二啲鋪頭係唔同，咁又有啲咩唔同咧？因為我哋嘅呢啲係真係新鮮嘅，同埋咧我哋貨源比較充足啲，價錢咧亦都係相當相宜，相信咧都可以吸引到好多大眾嘅食客。咁咧，我就啱啱見到咧，你哋喺度試業咧，其實首試嘅呢個免費試兩天啊，咁話你會唔會做出一個潮流，就係、是、可以令到更加多人認識你哋嘅爽腩咧？我覺得29號到2號其實$80啫喎，點解可以做到咁平咧？因為咧，始終我哋都係想益下街坊，我哋覺得我哋嘅食物咧係有質素，所以咧我哋係唔怕先俾街坊試食咗先，跟住咧之後咧就可以生意咧就可以越做越好啦。我哋間台就可以試下，真係爽群嘅爽腩有啲咩特別？好啊，多謝。我哋群記咧新店開張咧，通常咧都會做一個 promotion， 我哋會係咧派300碗免費兩日，咁啊分別會有咧牛丸咧同埋牛腩火嘅。咁另外之後嗰5日咧，我哋咧係會$8一碗，就希望吸引多啲街坊嚟，多啲做宣傳啊咁樣，希望吸引多啲可以嚟多啲食客嗰啲。我因為最主要油麻地區咧，我哋睇到呢度個人流量，咁同埋呢區咧喺我哋進佔九龍區嘅第一個試點，咁啊啱我哋新開張咧就想請啲街坊食下嘢啦，照顧下啲老人家啦，咁啊好過俾幾萬蚊走去買雜誌報紙去做宣傳啦，我覺得咁樣嘅宣傳效果會更加理想咯。我們現在暫時第四間分店，如果成績理想的話，我們希望再繼續擴充營業。剛才我們都看過和試食過，就發覺群記爽腩店的爽腩真的跟以前有點不同，究竟有什麼特別呢？最主要呢，我們那些爽腩和那些崩沙腩和坑腩面珠燈，這些都是我們主要的招牌菜。咁嘅香港咧，一般嘅牛腩店咧，冇將嗰啲牛腩咁分得咁仔細嘅。咁同埋每一種牛腩嘅質感同埋食味都有唔同咯。咁啊，希望啲客感覺到我哋一個專業嘅牛腩店嘅形象。我哋$25起就有一碗牛腩面嘅啦，係啊，所以呢個價錢我相信好多人都負擔得起咯。我哋咧開張咧係會繼續咧係免費派發，係會兩日噶。咁之後嗰5日咧，我哋咧係會係$8一碗。希望可以多啲街坊嚟試下我哋嘅菜式啦，試下我哋啲牛腩啦。咁希望以後日後咧可以多啲嚟幫襯嘅。好。咁個時間我再補充少少。27、28號咧就兩日免費。跟住29、30、31、1號、2號咧嗰5日咧就$8一碗。咁各位仲有好多時間嚟。